萝莉控，控不是一种思想，不是一种行为，而是一种被动的姿态。就像你喜欢炸鸡，但你当下没有在食用炸鸡，亦暂时无想吃炸鸡之非分之想，那你就是炸鸡控。因此，萝莉控不是一种罪，而是一种坦坦荡荡、为人君子的姿态。今天你当原 P 了吗？话说我去吃原 P 了，可以留言给我一下感想。我感觉这东西真的超打粉的。自从须弥少吉香草红的横空出世，我就一直想跟进做纳西达的一部影片，来老人子传达他的强度、他的故事，还有乐乐的美好。他是目前原神世族的提瓦特死神之一，是草原族的霸主，是水草队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不过他那被遗忘的悲伤，以及他肩负的整个须弥国度，你梦见了吗？我是亚次元，恰逢小草村复刻的如今，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纳西达吧。首先，当然是老惯例的不专业角色攻略心得，想听瑟瑟和胡同的，还请稍作留步哎。那么，原神每逢新版本新国度新神的降临，往往都会重新掀起一阵新队伍体系、新主线的话题。而目前，无论风、岩、雷、草、城市执政们与游戏的定位，多半是为整体游玩体验带来强烈的辅助效果或额外输出。尤其须弥3.0版本更新正式导入草元素战斗系统后更如此，在一个接一个草元素角色入场越来越他妈大的须弥地图中，我们需要良好的挂草效果，我们需要大范围的增益领域，我们需要迅速触发的连锁伤害，当然也需要可可爱爱的小女孩帮我们干架。所以纳西达他就来了。草战放、猎战放、原计划、草计划、蛮计划、丰饶之河、草和水火雷三家元素反应与前后顺序打法繁多。无奈每名角色原初战技爆发皆各有各冷却时间，在前期大概只有草主的大招能够有稍微完整的12秒挂草涵盖时间，瑶瑶的喷萝卜10秒，缇娜里8秒，克莱6秒而上，艾尔海森，你自己去玩自己的啦，别跑来凑热闹。不过自从草神驾到后，战技所闻遍地的25秒持续超短冷却，爆发新景换成了24秒持续，让草队尤其泥路水草队的舒适度一口气提高许多，而且很会炸，非常会炸。如果提瓦特大陆的物种灭绝了，那肯定不是咱们智慧所作啊。总之，现今的环境中，纳西达可以说是泛用性高，又同时能增加补刀伤害的好伙伴。命制作一命可额外计入大招魔液祭奠的角色数量，更广泛提升战斗能力。二命、四命则是针对元素战技的运转员状态，提供更舒服的元素精通与暴击伤害。六命直接将小草神变成轰炸狂魔，连锁元素爆发加战技的效果，造成狂轰猛炸的额外高伤害。小巧可爱纳西达，人人都该有一只。如此可爱又好用，肯定是要报警处理蹭脸的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我觉得这部影片再像以前一样发病的，怕是要被 ban 了。虽然严格上来说，纳西达已经500岁了，但本质上，对，就他终究是个原神标准 size 的萝莉，所以。然后这部影片可真危险啊！光着脚丫子到处跑来跑去，软嫩肥肥的小手小腿甩来甩去，是我小草神。1、2、3、4跳舞技，5、6、7、8眨眼睛，是我小草王。充满智慧又天真无邪，童心未泯又成熟稳健，是我小吉祥。摆着迷你的身体牵手手，操着神秘的气质扫 QR code， 有着年少女性的妩媚勾人，又有小女孩般的天真与动感，是我纳西达。看看那一张绿绿的又白白的渐层与纹饰，再看看那和善无害的眼神，然后再看看那颗对我绽放的大爱，在雨林中自然地融入万物香氛，在沙漠中更显那娇贵可人，在城区南大楼的舞动曲乐中更露出毫不掩饰的卡哇伊。她是虚名人人敬仰的女神，她是体贴又会照顾人的少女，她是因旺盛的好奇心而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的女孩，她是合法合情合理可以控的萝莉，她是能成为我母亲的女性。
撇除每次吃饭都像是性癖结婚大会一样，纳西达的确是个无论游戏性还是外貌吸引力上，还有奇妙的比喻上都很有实力的角色。更遑论他背后的人物故事与所曾经历的事物，在续迷剧情打破以往陈规与稚嫩，米哈游开始发刀心境描述完整化的长篇构成下，更显深刻而动人。相信有体会过故事的各位旅行者，比任何人都还明白那份深锁的痛楚，比任何人都还要更清楚记得那被遗忘的存在。曾经人们所心心念念的智慧之神，并非少吉山草王。曾经的须弥是智慧之国度，同时也是无梦的国度。你是否还记得提瓦特的世界扩展至今，每当与七神的其中一位初次见面之时，是什么样的光景，什么样的情形？至少和雷电将军的初吻好，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啊。踏足须弥，旅行者继续为了寻找亲族而准备拜访少吉香草王，却再度不知不觉被卷入了该国暗藏的危机之中，体验了无限轮回的花神淡季，也于中途得到了来自纳西达这名女性的协助。曾有一说，文德神与我们一同解决了人民的问题，李瑞的神放着我们与人民解决问题，道七的神哦，派蒙，我们真的需要解决这位该死的问题。须弥的神，他拿着一颗高丽菜，我的天，一颗高丽菜啊！当然，以上都只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明啊。诸位神明都有着各自看照人民的方式，以及与我们交好的手段，而纳西达则是其中最苦命的一个。哪怕部分活在愚昧中的人民不爱的他，他还是承受着所有的不合情理，尽全力解决人民所制造的问题。让我们玩家破除了化成淡季的轮回与虚空的阴谋，理解了赤王子民错误的遗憾与禁忌的知识，并逐渐将炮火全指向作恶多端的教地院的大贤者，阻止了散兵狂妄的成神之路，并窥视见证了最后的仪式，迎来须弥的终于隐瞒美梦的夜晚。纳西达曾是身居于镜像宫内的笼中之鸟，是唯有在自己的梦中才能将世界尽收眼底的被遗忘者。因为大家对过去草神的执着，对知识的贪求，而逐渐忘却了那位尽管最一开始不具高深智慧，却依旧与须弥一同成长，并守护人们500余年至今的少吉香草王。由知识库的虚空夺走了须弥人做梦的权利，根深蒂固的谬误改变了须弥人的信仰。虚空这个由草神留下的恩惠，一个改变接纳的力量，反而成了排拒抹杀可能性的借口。须弥这座棒数而建的城市，有许多真实的事物，有形形色色的人们，但在某些人的思想中，纳西达不是其中一个。一开始到访须弥这个国度，走进须弥城内的街道，一切确实都新奇无比，处处皆是智慧的痕迹，然而却感受不到无论来自太阳亦或月亮的温暖。不久之后，一次次的既视感使世界变得诡异，我们也才开始了与纳西达与须弥众人的旅途。而总是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才有机会去理解一位神表层之下的内在。少吉香草王有独属于聪颖之人的顽皮嘲弄，也有专属于孩童的天真活泼，有将己身之事具现化活用的强大能力，亦有对于未知的强烈探求渴望。面对错误的现实，他持续在顽强地抵抗与排解困难，感受着千万个人们麻烦的情绪，他还是在努力成为人们的寄托与依靠。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度量，或是换句话说，小小的身姿却手忍万物万里的清澈神仙。须弥的历史非一朝一夕可以阐述完的东西，当推完总计至少30小时的森林桌和沙漠石板之前，也许不会让你我对草神身世与个性有更多理解，但却可以对他们所想记得的历史、想守护当下以及想图展的未来有更多的认识。而当推完了长达5个章节主线与传说人物，你也才会在最后一刻为那不复存在的悲伤而流泪，为那消失的温柔而痛心。毕竟只有我们记得如大树般慈祥且坚强的他，而从古至今被前往故事传唱、被国民崇拜其美名的唯一的草神纳西达，则是在某个已经无法被想起的牺牲故后，开始领导着须弥的子民与生命走向和解与重建的归乡之路。3000世界之中，又有小小世界，所有命运皆在此间沸腾。过去的某一天，纳西达睁开了眼，花之骑士与侍从们将他发现，
花瓣满天的花神淡季，在开幕的和乐与缤纷中，人们围着小纳西达快乐的起舞，直到纳西达坐上了花车，和大家挥手说了再见。再次睁眼，那只是个黑暗、深沉、虚幻的梦境。眼前是一成不变的金像宫里侧，以及持续陷于轮回幻梦的我们的身姿，以提华特的存亡为赌注，挑战欲求遗忘梦境的世界。即便教练院遗弃了他，自由抛弃了他，甚至整个世界都快要遗忘他，纳西达还是竭尽了全力，在梦中，在意识之间穿梭来去，听着每一名虚拟人的倾诉话语，吸收着每一份知识的重量与新奇，感受着每一个角落的喜怒哀乐，并与此同时，以最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，揭穿谎言，反转错误，希冀彻底消灭世间的污染，从而使虚拟重新沐浴于纯净的朝阳明月之下。我们都栖于智慧树下，尝试从土中、从雨中阅读世界，而后化身百鸟攀上枝头，终于衔住了至关重要的那一片树叶。纳西达日夜思索如何消除禁忌之事对世界所威胁，可是身为解答者的纳西达却怎么想都没想到，自己同时也是答案本身。他是前代草神所从全知的世界树上折下最为纯净的枝杈创造而来，是作为轮回而抱持延续之使命的少吉香草王。在梦境与囚禁中活过500年的纳西达，有着旧的知识、旧的回忆，同时亦有崭新的意志与使命。而为了消除世界树的污染，那个唯一的解答，即是将一点前这枚美丽的残留意识的存在，从这个世界给完全抹去，彻彻底底地遗忘。那是对纳西达来说，对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最残酷的别离。他并不想忘记，他并不想要因为消解的危机而感到喜悦。然而，梦境终究需要归还日耳，现实终究需要重新转动。小小的草神终究要学会自己站起，自己蜕变，自己面对往后更多的情感与挑战。纳西达此时仅是一名禁不住泪水的小女孩，她常有着悲痛与不舍，将眼前紧抱着的意识化为千万绿叶，使流淌高空的一语化作无尽光辉，让那从未变过和蔼笑容给世界带来安眠。她曾以世人之梦拯救世界免于疯狂的黑暗，而今世人慢慢寻找到自己答案的现在，所有的梦也终于归还世人。スメールの民よ、さようなら。今宵、素敵な夢があなたたちに訪れますように。世心藏印，穿越重重烟尾与暗林，在树与花的玄武背后，小小草神睁开了眼，正等善剑以千朵玫瑰带来利兵。在长绿与薄暮交错间，小小草神伸出了手。成就熏习，操醒迷梦空幻之欺骗，无论夜色阑珊或微微，小小草神站直了身，比量显形，面访赤兔之王与圣者，无论热沙玉镯或公墨，小小草神展开了心，妙地破鱼，虚空鼓动于高阳结火，诸相万变，志愿萦绕之际，小小草神流下了泪。大片圆成，世界的真相随着长久疑问流泻而出，绿枝闪过心柔，清风吹过晚林，在世界遗忘伟大智慧的顷刻，新生的智慧也自林野月光间抬起了头。生日快乐，纳西达。没体会过纳西达的故事，不会知道他背负的是如此之多，更也不会理解我们与他站在同一阵线是多么重要之事。以上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对于人们敬爱的小草神，你是不是也想？或是你有更多的想法都欢迎告诉我，也当然可以留言发出或跟我说说你想听的下个角色介绍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务必不要忘记订阅、追踪支持我的频道 and 社群。那么就这样，想出故事，好好生活，我是雅思渊，我们下回再见。